我是玉玉。今天呢，我来到了吉隆坡最新的拉拉坡购物中心，我们来看看这里到底有什么地方值得拍照打卡的。Let's go！戴口罩拍照实在是太方便了，不用担心你的脸部表情或者是你的妆容了。走进拉拉坡，哇，里面的环境的灯光实在是太美了，你看连我上个手扶梯都可以拍出这么时尚的照片。这组照片相信每一位女生都一定会的动作啦，拨头发的时候摆出你的最有自信和自然的一面吧。这是我最常摆的 pose 啦，想不到摆什么的时候背着摄影师然后回眸一笑。如果觉得照片不够生动，教你一招随意走动，左看看右看看，捕抓完美瞬间，十张照片总有一张你满意的吧。拉拉坡户外的 LED 楼梯也是一个打卡景点哦，建议夜晚来拍，拍出来的效果会更好看哦。今天的拍照教学结束啦，你学会了吗？下次来拉拉坡拍照打卡记得和我分享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